火车在辽阔的大地行走，为了产生动力而燃烧出来的烟雾，在空中飘荡。这一如往常的画面却被忽然闪烁的强光所打破，像要为接下来异动做序幕般脉动。其中一道光芒落在火车车顶上，啊，咚咚咚！为什么会掉到火车顶上？爱德华环视四周，发现自己掉落在一辆行驶中的火车车顶上。不料如此，爱德华的机械脚卡在车厢之间缝隙，限制爱德华的行动。哎，前面是隧道，等等，要装上了。好，哦，很简单。哎，我没被断头。隧道口刚刚高过我，还好我的身材娇小。啊，可恶！为什么要庆幸自己长得像李围城一样渺小不可？哼，一切都是把我弄到这里来的人的错。走到你一定要为这份债讨回来。爱德华合掌，再提到车顶上闪耀炼成的光芒，夹住机械甲的缝隙随即扩大。爱德华抽腿伸展手脚，脸上带着疑惑的神色。刚才练成好像和平时不同，对，就像使用另一种力量来练成。这到底是什么地方啊？哎呀呀，与其在这呆想，不如先来调查吧。爱德华来到车顶边缘，瞄准下方窗口位置往下一仰，从车顶跳进车厢里，却正巧有一个高大的影子相撞，跌成一团。嗯，痛死人了！到底是哪个混蛋？哥哥。哎，阿赫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好，火车在辽阔的大地行走。OK，这个人一样，一台巨大的铠甲凭空出现在房东的货物间，铠甲动起来自货物中爬出。哎，这里是战货车卡，怎么会忽然出现在这里？啊，怎么会亏着卡到货卡里，而且还会动？是幽灵，是那些死去的孩子亡灵作祟。惊慌失措，守卫举起枪指向阿尔冯斯。等等，你这样做很危险。可是对方没有理会阿尔冯斯的解释，朝他开枪。守卫射出来的子弹撞上阿尔冯斯的铠甲后反弹，贯穿了守卫的腿。啊，我的脚！呀呀，我都提醒你很危险了。发生什么事？是你撞了他吗？可恶！不是啊，你不要。刚刚守卫以系守卫甲之后，再次被反弹的子弹射中手臂。为什么大人们总是不爱听别人的劝告呢？这时右方传来分踏的脚步声，阿尔冯斯未免在连累无辜的人，向左方跑去，直至来到安全的距离才停下来。他走向车窗，远眺窗外的风景。这里是行走中的火车，外面景色从来没见过，好像是来到很遥远的地方。突然，一道黑影从车窗上方突入，刚巧撞上窗边观景的阿尔冯斯，两人撞成一团。痛死了！到底是哪个混蛋？这声音难道是哥哥？阿尔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OK。哦，看到有个小白鼠、小老鼠跑进来了呢，被发现了，先下手为强。蓝方果断跃进通风口，迅速自怀中拿出闪光弹，用口摇起拉环，扔向哥白尼。风笛一声巨响，伴随强烈的光芒笼罩整个车厢。趁现在最早，哎，身体自动的起来。蓝方想跑向车门，但双脚却不受控，直往相反的方向走，像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拉扯着。尽管他拼命挣扎，但仍无法摆脱来到哥白尼面前。
今次来的小老鼠挺活泼的呢，幸好有及早做好准备，在这里设下元素结界。哥玛尼打一声响指，车卡地面随着浮现闪耀柔和的金光法阵，由法阵中伸延出来的元素触手缠住蓝方双脚，这乃是他无法如愿控制身体的原因。这家伙好像那些人造人怪物一样难以理解。等等，你体内的元素流动和其他人不一样，难道你是那个实验品做了好事吗？有趣，实在太有趣了。来自其他次元的小老鼠，来让我好好研究一下吧。哥玛尼却要地朝无法动弹的蓝方伸出手，他看着毕竟过来的手，脑海内浮现起少爷的脸庞。林少爷，看来我没法见到你成为王的一刻。然而外面传来的纷扰声阻断哥玛尼的动作，两名研究员神色慌张冲了进来。园长，有个很古怪的人闯进来，把所有人都打倒了。哎，没办法了，先解决艾瑟人再继续吧。
Thank you.